色汪小菲离婚后一直坚守原则，从不口出恶言。没想到近日面对前夫以及前婆婆张兰的一连串指控，让他最终忍无可忍。三日他爆料，在台湾的两套房子都是他本人买单，还晒出汪小菲于2018年向自己借了2600万的亲笔借据，这笔款项至今只还了500万。不过这张照片却遭到不少中国网友质疑，手写的借据是否有效力？对此，八毛律师在脸书发文详解了相关的法律问题，透露借据没有规定一定要书面，也没有规定形式，只要看得出来双方有成立借贷契约即可。他表示，这张借据的三个重点，包括借款人与还款人、确切借款金额以及何时借、何时还都有写到，因此绝对具有法律效力。文末还嘲讽汪小菲应该要听前妻的话，少说点，才不会闹到如今的局面呢。